OK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，我是君主。那我想最近啊，这个 Dev 2已经开了，也就是测试辅助二测已经开了，那也就代表着说这个下个版本的更新啊，应该就快要到了。那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你最期待下个版本更新当中的什么东西吧。那你可以看到啊，我们这次要玩的就是这台德国的豹二 A4 哦。那豹二原产地是在德国嘛？哦，尤其这台豹二 A4 哦，是所有豹二家族系列里面这个生产规模最大的一台坦克。不仅仅是在德国有这台豹二 A4 啊，你可以看到就是其他国家哦，蛮多国家都有这台豹二 A4 的、哦。尤其在游戏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瑞典有哦这台 STRV121， 然后它的这个后继的型号的克里斯蒂安二世哦，然后还有芬兰的这台豹二 A4， 然后以及意大利的这个哦匈牙利县的这个豹二 A4 哦。那在下个版本啊，就是未来在下个版本，它还会在德国加一台哦新的豹二 A4M 在金币车作为一个礼包载具使用哦。那豹二 A4 这台车的这个装甲防护性啊，肯定比不上它这个后继型号的这个 A5 啊，还有 A6。虽然说它这个装甲舍弃啦，但是它这个机动性啊，可以说是豹二家族系列里面应该是最棒的、最好的一个机动性哦。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它的引擎是1500匹马力，那它的最大前进速度啊，可以来到每小时68公里，那最大的后退速度可以来到每小时31公里，那这个机动性啊，是非常的不错，甚至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吨位是在 55.2， 那这个引擎是1500匹马力嘛，所以它这个公重比其实还算是不错。那这台车的火力啊，虽然说可能在这个阶级算不上是最好的，但是也可以算说是合格了。那你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个打的钢针啊是 DM23 哦，他们德系的弹药。那它的这个锤穿啊是410毫米哦，个人认为的这个钢针还算是蛮好用的。那在射控方面啊，它这个炮手是有热成像的，但是是一代的热成像是模糊的，然后车长是没有热成像，是有夜视仪的。OK，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看这台车在实战中的表现吧。Go， 它去中间。不知道上次有去过别人秒的场。左边的安布兰在盯他在那条线上。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开过去试看看。先把东西。180。一定有人哦，你要注意哦。哦，你有看到吗？他开过去了。看一下 B 点。OK， 我在这里等一下这台 T80。哎 ，T80 被打。开炮了。不是 T80， 是292。毒。拜拜。对方看对。OK。我看到那里还有一台车，刚开火。我右手边应该还有一台。哎，这人死了。没有，在这里，这里有一台。是那个日本是，这是什么车？怎么这么像日本车？没有日本，没有日本。我知道没有日本，但是不知道什么车的声音，好像日本的车。好，轮甲，是啊，零五，哎，这边 ，OK， 292，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开到这个路口了，是 ，OK，Nice，左边有人，二直升机 B 点有人。我丢个 B 点火炮。Nice。不得不说，这跟我的战斗风格好不符。后面这里台2A3吧。怎么稳扎稳打？哦，2A3吧。Oh shit！ 没有打到他弹药。他直接扫我啊！死了，直升机。哇！你还有烟吗？有。看你，你
不要打烟。有，我在打。OK。那边收了两只，一只变 P， 一只起码加油。OK， 又收了一只，自己 B 一只，还有一台，也是青台。在我左手边而已，一只还是两只啊？听不太清楚。那种，我会找你吗 ？OK。这个地方哦，这地方有一台，应该是有一台车，应该在这里。我操，这个有从那个哎，二一三八，二一三八 ，nice， 他死。还有一个主灯。OK， 我看一下。哦，二一四六。26有吗？还是那是我们的呢？哦，你说216吗？你以为216是 MVP？ 对对对，好好，后面，嗯 ，OK，Nice。哦，我的屁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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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96，96。哇操！你怎么还会被这些生物打到？那个新重生的，哦哦，我已经贴在地上了，他还打到，他还打我，好狠！那确实，我刚看到他，我等一下下一发就需要重生吗？我干，七点都有两个都死了。不用吧，不用不用，我们家就是直接下一局。哇操！这地狱火打那个防空车，只有 critical 是相亏。好了，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地狱火，因为你刚不习惯这个打法，是太激进吗？还是怎样？对啊，都会往前冲的。哇，你绕好外圈哦。嗯，这里可以直接冲到他们家重生点旁边，然后打他。好超级的。前提是他们也不要有人反过来从那边绕过。T80 又好丑。一般也很快，是吧？CV9010。两台，先撤。来了，支援马上来。一台死了。还有那台 T80U 至少要把那个2128给嘎了，要不然。前面应该还有两台，前面还有台那个 CV90。后面空力有多？不是，这不是 CV90。这是，哇操，这是豹 S 吗？我看不出来这台车是什么。好像是瑞典的 S， 然后打炮管，没有坏，我打了第二次，他炮管就没坏，在这里。哎，他还不知道打谁。打烟了，他死了。对哦 ，nice。那个地图标，嗯，那里还有一个，刚开出来。好，我还没有拆车，好，那就两台，一个是96。打高了，他方向机坏了，有，我看到那台开过来，这个是那个 CTCV。你可以看山丘那个吗？哇 ！CCV 死了，我履带被打断了。哇 ！F 五 ，Inferno， 800米。那台122死了，然后另外一台122 Abrams， 呜，还有挺香。多人家呢？
Abram, elf Uhr, Entfernung, 700 Meter. 人家超佳啊，我靠！啊？我要死！OK, nice, 一二四。好，我们看到队友拿过去，对面还有很多人呢。哟，他死了，一二一二一。靠，那个富士着火，富士山火山喷发了。啊，对面应该被我们压了。然后反折打应该哦，正想说他们要反折打应该会很难的时候，哎，为什么后面有人？是哪里来的？我看一下。啊 ，OK。他可以一边开核弹一边控制坦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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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边开核弹一边控制坦克不行。除非你是那个锁定那个叫什么去？那个自动驾驶。他的坦克会消失吗？不会哦。不会。怎么了？地面有核弹的声音吗？对啊，有核弹。那是对面的，那是对面的。所以他的坦克会停在原地不动，这样吗？对对对对。没关系，我没有米格二三去找他。我看到他，我看到他，我跟米格二三过去了。Nice nice， 二三打掉了。干得好。小车。那还有一个，那是啥？还有一个 LV。OK。我们看不错啊。你说我吗？我。不是啊。欸，这台应该不是，应该只有满城主人，应该没有到那个。哇 ，Hit 第八零 U。打掉了，下面的，艾布伦，哇操，我没有副将，他从我们后面过来的，那艾布伦，从这边还有一台那个日本坦克，我跟他两个人坦克，在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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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掉了。AIM， 车长炮手发动机油箱。嗯，但是他躲起来，他开过去了。哦，我看到左手边有一个2A38，开上去了，开上去2A38。卡在这里。Fuck， 吓死我！没关系，我打。不知道他在打什么。OK。我走过去啊。这里这个人。OK OK。看起来那个 OES 他们要推。Nice， 他我也是。他在看谁啊？在看我。被打掉了。哇 ，Nice！ 二仔，二仔，二仔。艾布兰死了。你屁股吗？嗯。我过去了，我过去。我老死了。这OK， 死了 OK OK OK， Nice， 防空应该是2A16，听起来像是2A16，还有艾布兰，还有艾布兰，
他炮管坏了，他炮管坏了。收到，前装。后面还会弹。油箱，油箱。好。OK。二十六。另外一台在这里。老兄，自己摘掉。拜拜。还有，右手边，速系车，这里，开到右边了，轮甲，应该不是速系车，应该是128还是什么东西？哦 ，LAV。我的是半挂的。这里还有一台。哎、欸、哦啊！我弹药烧掉了。炮换也换。哦，会死一点。嗯，会死一点。谢雅妍开车。走。右手边有 Evelyn。这里。在我们后面，OES 那里。还在是。OES 被打了 ，OES 被打了。屁股交给你了，哇哈，好像怪怪的。非常感谢，我方部队左掌炮手方向机炮窗。OK， 我补六颗出来过去 ，Nice。二三七九。局势对我们很有利。哇！好，被打死。好慢哦，这罗兰森打掉了，有一个飞的飞机，二四九八，其实我可以出了，只是我需要有人把我打掉。哦，打掉了。你说这个吗？还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说有人要把我，就是我这个人要死掉，我才可以出。为什么？现在不是可以结束吗？因为我要二四，我现在二四九八，我差几个点数。我打看看这架飞机，这架应该是 F4 还是什么东西？打不太到。啊，边走边看看嘛，有人出再说吧，人出就算了。反正是点数，看着应该是赢。啊 ，MQ1。玩家把他打死，应该要死。刚出了。等一下，狙狙了。多少位置？哈，应该来不及了。能出好玩的，能出一下。哦，选在那个神庙那里，这不是很喜欢开去右边。没错，非常的讨厌。没有，我看我要不要，我要绕过去吧，就从那个原本的路。都还是不管捡哦。嗯，不管，反正队友一定会去嘛。交给队友。你会选择直接去过去吗？我应该是要直接开过去。好狠，真的好狠！有了，我有听到。哇，没有听到，我开炮了。但那个ping不是这么响。刚本来有点赌，说他们应该没有人走那边了，我想说直接绕过去。可能不可能，一定有想法一样的。左下应该有一个人，因为我们下面那个应该有一台 ZBD，
应该会在 B1 B2 那附近，下面那一台。正前方。OK。ZLT 七吧。有人在你后面吗？在我后面。这里啊，这里这里。死掉了。哎，二一四还在吗？你说杀你的那一台吗？哦。死掉了。好，有看到那里有人，有看到那里。我左手边有人。有一台那个，放刀，放刀。ZBD 零四。是。然后那个轮，那个一轮。对，一轮。打掉了，但是我的弹药没了。尴尬，还只有一个点。没办法，安全一点，我们绕回去 C 点，绕回去 A 点。可以。我们从后面绕回去。稍晚。没弹。可惜这游戏感觉应该要给个弹药供应的。确实，那种如果北约弹药通用的话，应该可以从你们车上拿一些弹药给我。对啊。应该是要这样比较合理。对啊。那狼停下来，有人打他吗？好，这里有台，供养供养供养，方向机架方向机坏，但是没打到他那个。弹药，战斗，看你不要帮他修，我去追一下那供养，我觉得是不会 CV 九零幺零会打掉他。下一步吧。要供养是我的。我的买我竟然被他扫三次遍，哦不啊，死掉了。哦不然后沿着 A 的最外围出去哦。对，我要直接推到那个 C2 C3 那个城堡最边边那个地方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我们一般没有威胁。人畜无害的小可爱。人畜无害是？哎靠！怎么了 ？DM3 打不穿 CB90。多支持，确实。想发动机 ，You dead。哼。哦，那个上面那是谁？干得好！哟、哦，看到了。小心空中袭击，三五栋，五栋栋。啊！开过去。你刚刚那个买超级好笑。然后那是 CV 九零。啊 ，Come on。OK。那个有两个，一个 Sam 幺幺，一个星海。三幺幺在这里，幺幺不知道我打的，幺幺停下来，幺幺停下来，他有中国国，他有台湾国旗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过分，加红包，然后哎，相爱相杀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破后面的。OK 啊！我被制裁了！相爱相杀吗？不是，这是英国车，是南非车。这可能你有挂，我不知道。啊！没事哦。过去，平刚。
是不是刚刚那台中那个开是没有用的？哦哦 ，CP9 在哪里？在旁边。这里。然后，我操，没有打死他，他的炮手跟方向机坏了。炮手方向。哇！我操！左边啊，左边啊，刚重生，这、就是他们重生机在哪里？好，他想打那台 CP， 至少他的方向机是坏的，你家应该可以收他。我开 G91 啊，不要，我开普马。我打不到他，为什么有人打死了我们的 T72AV 啊？还不来，我在外面吧。欸，在外面的话，哦，说这里有人，欸，那个 CP90 不见了，他跑了吧？我没有拿到，我不确定那个助攻是不是他的。有人说这里有人。那我现在回不去了。我前面超级多人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标记出来那一只。艾布兰，艾布兰。我打不了他，打不了他正面。班德。OK， 我过去了。我来啦！未来之旅，对 ，OK。哇，干，他从正面穿了！他那个钢针，那钢针穿身也是很高。哦，把另外一台。但是左边那个、哦，左边这里应该还有一台艾布兰，应该没死。艾布兰哦。对。那他刚他刚打掉了，我不确定啊，我不确定他死了，他现在死了。对。艾布兰，我是不好对付。主战坦克，我感觉我都不好对付。那个要打侧面才行。没错。我前面有轮甲吗？轮战。在我旁边而已。哎，我可以用我的屁股，屁股是空的。打掉了。还有中国车 MBT 2000的样子。在哪？在我刚刚的位置，在我现在的位置，应该在右手边而已。哦，没有，那是我们 T80UD， 我听错了，在他在点里面，我听错了，没有人。哦，有人，对不起，有人，真的有人，大谢了。打掉了，我操！哦 ，nice， 但我刚还没发现他、欸。刚杀死我那个 CP9 死了没有？我、哦、不确定哎、欸，我觉得没有哎、欸，他会不会在 B 点里？在 B 点？我、哦、不确定，很难检查一下。哦靠！你有遇到东西？外围，我看一下。有看到了，标记。MBT 2000的样子。啊，没要打死他。让他感觉要来打死我嘞。真机哦。真机，飞弹。我打他。critical。是那个直中国的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在对付真机。我到上面那个标记没了。
MBT 2000哦。我知道。真机只有 critical 而已。哎，那个防空被标记出来了，在后面。我这边也有人。nice， 这就是，现在后面这里有人，然后防空在那个上面。我靠！我只打到他雷达而已。还有外面，我的后面那边。九六。你那边九六。OK。这什么？小车？我看到了，打掉了。剩下那防空，防空死了。哇塞，说好的不是要拍2A4吗？怎么变成普马？都可以的，都可以随便拍。来逃兔，逃兔 B， 逃兔 B， 逃兔 B。有人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换一下，好、OK ，这防空，嗯，没事，我这个可以扛的，防空，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这边扛得了的，除了 CV 九零跟 LVKB， 啊，不要打我，你这群，啊，是主战呢、欸，我刚刚看到东西。开过去呀！我刚刚想到，我好像看到东西开过去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我旁边有人啊！这不行啊！太多了吧？OK， 那以上就是这台 Bauer A4 它在游戏中的一些表现啦、啊。那我个人认为啊，其实我蛮喜欢这台坦克的、哦，尤其它这个机动性其实是哦蛮不错的。那这台车的机动啊，应该算是在这个阶级的主战坦克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的、哦。那我个人蛮喜欢的。那在下个版本啊，这个 Bauer SM 就要加进来游戏里面了。那我个人蛮期待这台车的、啊。那这台车其实看起来蛮帅的 哦。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再哦做一支影片给大家来看看它在游戏中的一些表现哦。OK， 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并且帮我按赞、分享，然后订阅我，然后开启小铃铛来接收我更多影片的通知吧。OK， 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